像半路杀出的太子妃娘娘，二人在球场上纠缠着，场上硝烟弥漫，杀气四起。这是教坏了徒弟，饿死了师父。太子妃娘娘居然抢进了太子的球，球被太子妃娘娘狠狠地射了出去，球居然进了。哇！此时的场上弥漫着胜利的喜悦，太子妃按耐不住进球的喜悦，在场上振臂欢呼。娘娘，你怎么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？啊，娘娘！球踢进了自家球门，实在是太悲哀了，场上一片哗然，比分变成了0-1。赵王用头将球传给了太子，太子娴熟地在场上运球，球进了。